好，现在我们的房间，刚装潢好，还没有做一些音场的处理。我们可以看到拍手的残响时间是这样子的。OK，我们今天贴了四个电音陷阱，四片扩散板，还有一些22片的2英寸的吸音棉啊。现在我们的声音就变这样了。猜想少了很多。